凡一不可思，不可依，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诸分身，地藏菩萨摩诃萨，定而作是言，无依无作而是教化如是刚强众生灵心调伏，色界归真实，有一而上而息，在无一分身，千百亿光色方便或有力感闻即心受，或有善果清泉成就，或有安顿就化返归，或有业中不生敬仰，若是等辈众生各个差别，分身度脱，或现男子身，或现女人身，或现天龙身，或现神鬼身，或现山林川原，何时全经历给予人悉皆度脱，或现天地身，或现梵王身，或现转轮王身，或现居士身，或现国王身，或现宰夫身，或现观树身，或现比丘，比丘尼有婆塞，有婆夷身，乃至声闻罗汉，彼之佛菩萨等身，而一化度非但作身，独现其前如观无累劫尽苦，度脱如是等难化，刚将罪苦众生，岂有为挑夫者，随业报应，若多而举手大哭，是如当一年无再逃离天宫，应尽佛说离娑婆世界之弥勒住世以来，众生悉世界多用力，诸国于我受记，而是诸世界分身，地藏菩萨功夫一心体内来念白起佛言，我从旧缘劫来蒙佛接引，是我不可思议神力巨大智慧，我所分身遍满百千万亿恒而刹世界，每一世界化百千万亿身，每一身多百千万亿人，定归尽三宝永历生死之涅槃的待遇，佛法中所谓善事，一毛一滴一沙一尘，我后发须我见度脱，是我大力为愿世尊，不以后世而业众生为虑，如是三拜佛言，为愿世尊，不以后世而业众生为虑，而是佛在地藏菩萨言，善哉善哉，无诸如喜，如能成就九愿皆来，发弘誓愿，广度将彼其真菩提，观众生也愿平地三二十佛母摩耶夫人，恭敬合掌问地藏菩萨言，神者言佛众生昼夜差别，所受报应，其实云何地藏当言，千万世界乃至国土，或有地狱，或无地狱，或有女人，或无女人，或有佛法，或无佛法，乃至声闻，彼之佛亦复如是，非但地狱，罪报已得，摩耶夫人崇拜菩萨，且愿闻于阎浮罪报所感而去，地藏道言，神魔为愿听说，我初说之佛不拜也，愿生者说而是地藏菩萨，拜神魔也难言，菩提罪报名号如是，若有众生不孝父母或自杀，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若有众生诸佛圣贤毁谤三宝，不敬尊敬，以当堕于无间地
于千万一劫求出极乐有众生亲孙常住殿无生离火劫难内自心云雨火烧火海如是等悲当多无限地狱千万一劫求出极乐有众生为作沙门心非沙门破用常住其光白以为悲戒律种种造如是等悲当多无限地于千万一劫求出极乐有众生都皆常住在无故迷因是亦复乃至亦我不以去者当多无限地于千万一劫求出其地藏白眼圣摩若有众生作如是罪当多无间地狱求暂停故意念不得摩耶夫人崇拜地藏菩萨言云何名为无间地狱地藏白眼圣摩诸有地狱在大铁围山之内其大地狱有一十八所自有五百名好个别自有千百名自一别无间狱者其狱城周匝八万余里其城春铁高一万里城上或许少有空缺其狱城中足以相列名好个别独有一名曰无间其狱周匝万八千里狱墙高一千里西是铁围上或者下下或者上铁设铁高土或之柱于墙之上同时而走于中有窗遍满万里一人受罪自见其身遍我满窗千万人受罪一个自见身满窗上罪耶稣刚火爆如是有诸罪人备受罪苦千般夜叉其一而归口压如剑眼如电光手扶天咒陀夜罪人复有夜叉之大铁骑中罪人身火中口鼻火中腹被炮攻犯奸火之床上复有铁衣胆罪人猛复有铁蛇脚罪人金白之间内西下长地八蛇根里周长坐转仰通关口热铁缠身万死千生也甘如是动静一切求出其次见外是即生他皆他皆此外转即他方他方外是辗转相即此皆成后还复而来无间罪报其实用是有无事业干故成无间何等为我以这日夜受罪即至结束无事间绝故成无间而这一人一满多人一满故成无间三者罪其杂邦因舍狼犬对魔去造错作火堂铁王铁神铁驴铁马神格罗索热铁叫声气吞铁腕可因铁之从年近结束那由他故出相连更无间断故成无间使者不闻男子女人将火一地老有鬼见火龙火神火天火鬼罪心也感系同手之故成无间无者若多次于总错若是至百千劫一日一夜万次万生求一念间暂住不得除非业尽方得受身以此念念故成无间地藏菩萨百圣母也无间地狱处所如是若光说地狱罪其等名及诸苦是一切之中求说不清摩耶夫人问一愁有何正定力而对言复众生也堪病地
十二世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成佛如来为甚力果遍百千万亿世界，分十身心九八一切业报众生，若非如来大慈力故，即不能作如是变化。我今有蒙佛佛主之爱，以多成佛以来，六道众生千灵度脱，为然世尊愿多有余而是佛告地藏菩萨：一切众生为解脱者，今是我第二悉皆业善悉皆果，为善为恶诸今得善论转无道障无休息动心成皆迷惑障难如欲有望将世从流脱入战出有佛造王一时等悲无当有年若即彼时妄言累劫众世广度罪悲无佛而律所施于是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明定自在王白佛言世尊地藏菩萨累劫以来可发何愿今蒙世尊引请赞叹为愿世尊女儿所知而是世尊高定自在王菩萨谛听谛听三思念之我当为如分别解说乃往过去无量阿僧祇那由他不可说解而是有佛号一切之成就如来因公正遍知明心作善事是浅浅无上是调御丈夫天人是佛世尊其佛寿命六万劫为出家是为小国王与一令国王为有用心是善饶益众生及令国内所有人民多造众恶王以及广设方便以往法愿造成佛道当度是悲令是无欲以往法愿若不先度罪过令是安乐得是菩提我终为愿成佛佛告定自在王菩萨以往法愿造成佛则即一切之成就如来是以往法愿永度罪过众生为愿成佛则即地藏菩萨是福于过去无量阿僧祇皆有佛出世名清净莲花末如来即佛寿命是世界相法之中有一罗汉佛度众生因此教化于一女人紫月光摩舍是供养罗汉闻之语言何等光摩大眼我以魔王之日子佛九八为之我目生出何去罗汉命之为若定观见光摩女摩多在而举手击大哭罗汉闻光摩言若摩在身作何行也尽在何去手击大哭光摩大言我摩所喜为好事但与别之俗所是与别多是其自我超我主子心事但及其命数千万福非准则自命如何爱救罗汉命之为作方便劝光摩也如可知成年清净莲花摩如来见所化形象尊王火宝光摩闻已起舍所爱寻化佛像而供养之父恭敬心悲喜站立护于眼后梦见佛身金色晃耀如须弥山方大光明而高光摩如摩婆就当身入家在觉寂哈即当言说其后家内必生一子未满三日而乃
言说其手背其口与观目神识也愿故报此手我是如摩教主阿弥陀别如来雷陀大帝蒙如佛离方的受生为下贱人有福短命寿年十三根落到如有何其令无脱面光明闻说之母一根也被提二百辈子即是我母而知本罪作何心也脱离而道辈子大言以上还会马而也说宝若非孟夫就把无难一事也不为何解脱光目闻言地罪报即是云何辈子大言罪过之事不忍称说百千岁中出百难尽光目闻一体黑好奇而百空皆愿我之魔用脱地狱彼十三岁更无重罪即离而道十方诸佛慈爱命我听我为母所发光大誓愿我得我母用力善多即是下界乃至女人之身永皆不受这愿我至今日后对清净莲花母如来相见绝后百千万一切中应有世界所有地狱及三恶道诸罪苦众生誓愿就把灵力地狱而去出生恶鬼等如是罪报等人今生佛经我然后方成正觉法誓愿一句问清净莲花母如来而告知月光摩若大慈名善能为母发如是大愿无关如母十三岁毕舍此报一生为凡之寿年百岁过世报我当生无忧过度寿命不可及劫后成佛过广度人天说如恒河沙佛高定自在万恩师罗汉佛度光目者即无尽意菩萨是光目目者即解脱菩萨是光目女者即地藏菩萨是过去久远界中如是自明法恒河沙愿广度众生未来世中若有男子女人不行善者行恶者乃至不行淫过者邪淫妄欲者两舌二口者毁谤大声者若是诸业众生必堕恶趣罗于善知识权令一贪之见皈依地藏菩萨是诸众生即得解脱善恶道报若能知心归经即站立赞叹香花一佛种种正报或福音是若是奉持者未来百千万一劫中藏在诸天寿神庙乐若天佛及下生人间有百千劫常为帝王能以宿命因果本末定自在王若是地藏菩萨又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力光力众生如等诸菩萨当即是金光宣六菩提自在王拜佛言世尊愿不忧虑我等百千万亿菩萨摩诃萨必能成佛为圣光言世金云言佛地利益众生地自在王菩萨拜世尊以合掌恭敬坐立而退而是四方天王举手坐起而
赞恭敬拜佛言：世尊，地藏菩萨以求愿界来发如是大愿，云何至今有度为劫更发光大誓言：唯愿世尊为我等说佛告示天王：善哉善哉，无尽为如及未来现在天人中等光明。故说地藏菩萨以娑婆世界阎婆体内生死道中慈爱救拔，度脱一切罪苦众生方便知识。是天王言：唯然世尊，愿要于闻。佛告示天王：地藏菩萨求愿皆来祈许，度脱众生有为彼愿。此名知识罪苦众生复观未来无量劫中隐瞒不断，以是至故有法众愿。如是菩萨以娑婆世界阎浮提中百千万亿方便而为教化。是天王地藏菩萨若于杀生者所素养短命宝，若一切道者所贫穷苦处宝，若一切因者所缺各愿养宝，若一恶口者所眷属斗争宝，若一毁谤者所无舌疮口宝，若一嗔恚者所受罗龙瞻宝，若一戒律者所所求为愿宝，若一饮食无度者所饥渴也病宝，若一天烈痴情者所尽狂丧命宝，若一悖逆父母者所天地财杀宝，若一烧山林木者所狂迷去死宝，若一前后父母恶毒者所半身变大现受宝，若一亡不胜出者所骨肉分离宝，若一毁谤三宝者所盲聋喑哑宝，若一轻法慢教者所用诸恶道宝，若一破用常住者所一切轮回地狱宝，若一无烦无生者所用在诸身宝，若一贪火占住上身者所轮回地藏宝，若一破戒犯斋者所亲受戒恶宝，若一非礼非用者所所求决绝宝，若一无我功告者所被施下减宝，若一两舌斗论者所无舌百舌宝，若一邪见者所遍地受身宝，如是等言佛提众生身口意言恶习皆过百千宝，应尽足略说。如是等言佛提众生也甘差别地藏菩萨百千方便而教化，只是诸众生先受如是等宝，后堕地狱动静皆说无有出息。是故汝等无人护国无灵，是诸众也迷惑众生是天王问已，涕泪悲叹而障而对地藏菩萨：本愿尽劝上离婆离婆地求和求和地陀罗尼地尼和来提毗尼尼提摩诃切地春尼切地娑婆离婆离婆地求和求和地陀罗尼尼尼和来提毗尼尼提摩诃切地春尼切地娑婆离婆离婆地求和求和地陀罗尼尼尼和来提毗尼尼提摩诃切地春尼切地请我
萨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摩萨。海涛慈悲基金会散播慈悲精神，照亮社会角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妇幼、年长者、身心障碍者等都需要被关怀。海涛法师于2019年成立海涛慈悲基金会，秉持佛陀弘化社会、利益众生的慈悲心，积极关怀社会，同时致力于社会净化的工作，监狱关怀、校园讲座等。慈悲是佛道之根本，欢迎诸位大德加入慈悲的行列，让慈悲的阳光照亮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暖化每一个众生的心。护持账号50416116 50416116，户名海涛慈悲基金会。四教佛有地狱名曰非陀
佛有地狱名曰火劫，佛有地狱名曰迦山，佛有地狱名曰铜墙，佛有地狱名曰铁车，佛有地狱名曰铁窗，佛有地狱名曰铁牛，佛有地狱名曰铁衣，佛有地狱名曰千人，佛有地狱名曰铁驴，佛有地狱名曰羊童，佛有地狱名曰宝座，佛有地狱名曰六波，佛有地狱名曰根舍，佛有地狱名曰左舍，佛有地狱名曰烧焦，佛有地狱名曰丹耶，佛有地狱名曰铁腕，佛有地狱名曰真乱，佛有地狱名曰铁佛，佛有地狱名曰多生地藏，满眼忍者铁围之内，有如是等地狱，其所现更有交换地狱，跋涉地狱，焚鸟地狱，铜锁地狱，火香地狱，火狗地狱，火马地狱，火牛地狱，火山地狱，火石地狱，火床地狱，火梁地狱，火阴地狱，巨牙地狱，剥皮地狱，饮血地狱，烧手地狱，烧脚地狱，刀刺地狱，火舞地狱，铁舞地狱，火狼地狱，若是等地狱，其中各个复有诸小地狱，火一火二火三火四乃至百千，其中名号各个不同，地藏菩萨告普贤菩萨言，忍者智者皆是难言菩提心，乐众生也甘若是耶利圣大能地须弥，能生去海，能藏身老，是故众生莫轻笑而以为无罪，事后又抱歉好受之父子之己，其罗个别纵然相逢无肯待受，我今成佛为地略说地狱，罪报之事为愿忍者暂停誓言，破现大言无以救之，善恶道报往忍者说令后世末法，一切恶行众生闻忍者说是令归佛，地藏白言忍者地狱罪报，其实如是或有地狱取罪忍舍是牛根之，或有地狱取罪忍心夜叉是之，或有地狱或当身非除罪忍身，或有地狱持手痛处持罪忍报，或有地狱是诸火烧成其罪忍，或有地狱一向寒冰，或有地狱无限分鸟，或有地狱春飞几里，或有地狱多赞我将，或有地狱伪装胸背，或有地狱胆烧手足，或有地狱盘脚铁舌，或有地狱曲座铁钩，或有地狱金甲铁罗，忍者若是等报各得一种，有百千种业道之其无非是同是铁是石是火此是众物，众业性感若光说地狱罪报，等是一狱中更有百千种苦楚，何况多于我今成佛为神，即忍者闻略说若是
罗光解说穷劫不济，如来藏看命第六二十世尊，取三方大功名遍超百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世界，诸大音声不告诸佛世界一切诸菩萨摩诃萨及天龙鬼神人非人等，听我今日晨阳赞叹地藏菩萨摩诃萨于十方世界显大不可思议为深慈悲之力救活一切罪苦之事，无灭诸侯如等诸菩萨大士及天龙鬼神的光作方便，为护持清净一切众生成涅槃乐说是于一会中有一菩萨名曰普光和成恭敬而拜佛言，今见世尊赞叹地藏菩萨犹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的威远世尊，为未来世末法众生宣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因果等事，是诸天龙马不及未来世众生听受佛语而是世尊告普光菩萨，即是众生谛听谛听无当为若莲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福德之事，普光白言巍然世尊愿要语闻佛告普光菩萨，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弥者我者长者赞叹者坐立者莲目者世人超越三世界最佛光，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或才华形象或图示就其金银铜铁作此菩萨一战一力者世人百般神于三世三天永不堕于恶道，假如天父经过下生人间有为过往不是大力，若有女人也女人生进行供养地藏菩萨化像基督是教基通跌灯像，若是日日不退常以化像饮食以佛尘财创凡千宝物等供养，十善女人仅此一宝女身，百千万劫更不胜有女人世界，何况佛手除非自愿力供养所女身，度脱众生趁此供养地藏力国际功德力，百千万劫不受女身不辞不光，若有女人厌世丑陋多疾病者等于地藏向前之心站立是情之皆是人千万劫中所受深深相貌圆满是丑陋女人，若不厌女身几百千万一生中常为妄语乃及妄非在佛大行道场者女断真受身诸相圆满有知心故站立地藏菩萨。我佛若是佛慈佛光，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对菩萨相见作诸伎乐即可用赞叹香花供养乃至劝于一人多人，若是等辈现在世中及未来世长得百千鬼神日夜为佛破令而使者闻其耳，何况亲受诸恒佛慈不光，未来世中若有恶人饥饿生恶鬼见有善男子善女人跪敬供养赞叹站立地藏菩萨形象，或往生即回谤无功德吉利是或龙是小或被免费或全人共费或一人费或多人费乃至
是一念生机会者，若是之人现界前佛灭度机会之宝，常在阿鼻地狱受集中罪过世界，以方受恶鬼，有金钱皆不受出生，有金钱皆忘得人生，纵受人生贫穷下贱，除根不去多悲恶业，来切机械不救之间，不多恶道是不复光，即为他人供养，善我自报恶况，别生恶见毁灭，福慈不共，若未来世有难自立，人救出创成求生求死，了不可得火夜梦恶鬼，乃至家境火要现道，火多烟眉共鬼神，有日月随身壮佛王，在面中教过残疾不乐者，此皆是业道论对，未定心中火难舍，受火不得语，男女素颜不辨世事，担当对诸佛菩萨向前，高声转吐此经，以免获取病人可爱之物，我亦不报悲庄严舍在对病人前，高声长言我摩诃等为是病人，对镜向前舍诸等物，我供养镜像，我造佛菩萨形象，我造大士，我燃油灯，我是常住，若是三百病人，千灵问之家灵，诸事分散，知其尽者，乃至一日、二日、三日、四日，至七日以来，当高声拜，高声度尽，使人命中之后，素养重罪，至于无目见罪，永得解脱，所受生出常知宿命，何况善男子、善女人，自述自经，或教人说，或自述化菩萨形象，乃至教人述化所说果报，彼或大力是果不广。若见有人读诵此经，乃至一念赞叹是经，或恭敬者，若须百千方便，全是等人清心莫退，能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佛慈不光，若未来世诸众生的或梦或寐见诸鬼神，乃至诸心或悲或喜或愁或贪或空或不，此皆是一生世生百生千生，过去父母男女弟妹夫妻眷属，在于恶趣味的处理，不出希望福利就把蛋糕做事，不若是做方便远离而道，不光若一生离前世眷属，应对诸佛菩萨向前致心，自度此经，或亲人多亲说三遍，或七遍，若是二道眷属，今生必是遍数，当得解脱，乃至梦寐之中，永不复见佛慈不光。若未来世有诸家见当人，或怒或悲，乃至作佛自由之人，觉知所也要忏悔这次心，忏礼地藏菩萨形象，乃至一七日中念菩萨名，可满万遍。如是等人，今次报佛前万圣中，长生尊贵根薄情善恶道苦，福慈不光。若未来世庄严佛体内，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一切人等及一心众左右行禅者，或男或女，七日之中遭遇毒虫，是不可思议经典，更为念菩萨名，可满万遍。是心甚至或男或女，素有养宝殿的解脱安乐一样寿命增长，若是这
成佛身，转生安乐，给予寿命，佛慈不光。若为来世众生逾越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乃至三十日、十九日等处罪戒，即定其轻重，难言菩提众生具智动念，无不是也，无不是罪，何况自轻伤害，且他且因妄语百千罪状，等于是实在日对佛菩萨诸先生相前，都是经一遍，东西南北白有训练，无作灾难，当此去将若长若有，现在未来百千岁中用力而去，能于是在日每转一遍，现是令此去将无作恨病，一时风一时故不光，当此地藏菩萨又如是等不可说百千万亿大威神力，利益只是阎浮众生，于此大事有大因缘，是诸众生闻菩萨名，见菩萨相，乃至闻是经，三次五次或一偈一句，这现在数妙安乐，未来之事百千万生，常得断真身尊贵家，而是普光菩萨闻佛如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以无愧合掌佛拜佛言，世尊我就只是大事，有如此不可思议神力，即他誓愿力，为未来众生前世利益，不闻如来巍然定受，世尊当何名？此经是我云何六部佛告普光，此经有三名，一名地藏本愿，一名地藏本恒，一名地藏本势力。今愿知菩萨九愿皆来发大众愿力，一众生是不如等，一愿六部普光闻，一合掌恭敬坐立而退，第一成王平，第七二十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观世阎浮众生具心动念，无非是罪过，我善你多退初心，若以恩怨念念真意，是等被人如离弥陀佛一众者见困见状，诸多善随若得一知是体，一见佛或却一佛是知是有大力，故佛相佛主劝令老教，若大病地虚心而路，无在经历世尊喜恶众生从见而见，便知无量是诸众生有如是喜，临命终时父母眷属以为舍父以自见如火先翻盖，其然有灯火转度尊敬或供养佛像，记住圣像乃至念佛菩萨，即彼之佛名字一名一号，地令众人耳根，我闻在本世是诸众生所造恩业，及其感果彼多而去，愿是眷属为令众人修持圣意，如是众罪悉皆消灭，若能更为生死之后七七日内光照众生，能使是诸众生用力而去，得生人天受生妙乐，现在眷属利益无量，是故我今对佛世尊及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劝于阎浮提众生，临终之日生我杀害，即造恶缘，百计鬼神求诸王良，何以故而所
杀害乃至百计无限好之力力亡人感皆罪愿转真身中假使来世或现在生得我身份神天天中愿是灵中被作眷所造十二因一灵是命中人仰泪对边万身善处何况灵命中人在生未曾有少善根各去本业自受而去何人眷属更为正业譬如有人从远地来去两三日所佛耽误强国拜金或与令人更佛少一时之国传佛困众世尊我观言佛众生但内必诸佛教中乃至三十一毛一地一刹一尘如是力悉皆自得所施于是会中有一长者名曰大辩师长者九成五身华多十方现长者身和长恭敬文帝藏菩萨言大师是难言菩提众生命中之后小大眷属为修功德乃至舍在朝中善因是命中人得他利即谢陀佛地藏大言长者我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生成佛为你略说是是长者未来现在中诸众生的利民众人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一辟支佛名不闻有罪无罪悉得解脱若有男子女人在身不修善因多造重罪命中之后劝说小大为造福利一切生死七分之中而乃获以六分功德生者自以是之故未来现在善男女等闻见自修纷纷计划无常大归不计而道明明有生为之罪佛起息日内如此如龙活在诸事辩论业果身定之后举业受身为车之间千万愁苦何况多于诸恶趣等是命中人为得受身在七夕日内年年之间望诸骨肉眷属于造福利九八过世日后岁月受报若是罪人动尽千百岁中无解脱日若是无我见罪多大地狱千劫万劫永受众苦佛持长者如是罪业众生命中之后眷属骨肉为修应在此处也大为在世间即应在此时弥甘才也不弃于地乃至诸事为先佛身无得现世如有为师即薄金亲是命众人了不得力若金亲或金奉先佛身是命众人即本或一时过长者言佛众生多难为其父母乃至劝说命中之后舍在供养之心情感若是之人存亡或你说是于是逃离天宫有千万亿哪有他言佛归身西方无量菩提之心大辩长者坐立而对阎罗王中赞叹并第八二十帖为善内有无量罪王与阎罗天子及道理来到佛所所为恶毒鬼王多恶
鬼王大乘鬼王白虎鬼王邪虎鬼王赤虎鬼王三阳鬼王飞升鬼王电光鬼王狼牙鬼王千眼鬼王丹兽鬼王佛师鬼王诸好鬼王诸火鬼王诸师鬼王诸财鬼王诸畜鬼王诸金鬼王诸兽鬼王诸美鬼王诸禅鬼王诸明鬼王诸鸡鬼王诸仙鬼王三目鬼王四目鬼王五目鬼王七力士王大七力士王七力叉王大七力叉王阿那叉王大阿那叉王如是等大鬼王各个于百仙诸小鬼王尽取阎浮提各有所知各有所出是诸鬼王于阎罗天子成佛为神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利去一道地在一面地而是阎罗天子五鬼合掌拜佛言世尊我等今这一诸鬼王成佛为神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利方得一次道理大会已是我等火山里故我今有小意识敢问世尊为愿世尊慈悲宣说佛告阎罗天子自如所闻无为如说是是阎罗天子真理世尊即会是地藏菩萨而拜佛言世尊我观地藏菩萨在六道中百千方便而多罪过众生不辞疲倦是大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神通只是让诸众生脱获罪报为救之间有多恶道世尊是地藏菩萨即有如是是不可思议神力云何众生而不义之神道永去解脱为愿世尊为我解说佛告阎罗天子难言菩提众生其心刚强难调难伏十大菩萨一百千劫头到九八如是众生早临解脱是罪报人乃至堕他恶趣菩萨以方便你拔出根本业缘而且我所是只是只是阎浮众生皆恶习中宣出现如来老师菩萨究竟解除而作度脱譬若有人迷失本家我如现道其现道中多说也恰及护浪世子愿舍佛学如是迷人在现道中许一之间即造诸独有一智是多解大书神经是多乃其也造诸恶度的无方迷人于今先道而于之言多灾难自为何是故而如此如有何一说能知诸多是迷路人无闻是于方知先道即便退不求出此落是善知识即其接受引出现道免诸恶多之于好德林德安乐恶语之言多在迷人自清以后无力是道此路路则诸难得出佛身心迷是迷路人一生感中临别之时只是要言若前进之际诸路人若男若女愿以此路多出度而丧失性命无令世中自取其实是故地藏菩萨取大慈悲救拔罪苦众生圣人天中灵寿妙乐是诸罪中事业道苦脱得出离永不再离如迷路人误入仙道一善知识应接临出永不复入共见他人普贤莫入
自因今世弥国得解脱金刚不复如若在利间有上弥无不觉就成所罗现道或知是命如多而去地藏菩萨方便利国是利解脱圣人天中玄有在如若业界中永出地狱无见佛时而是而多归王和尚恭敬拜佛言世尊我等诸鬼王其说无量在言佛提我利益人我损害人各个不同人是业报使我眷属有行世界多恶少善果人家庭我曾以提罗状元方生或有男子女人修谋发善事乃至宣一番一盖烧香烧花供养佛像及菩萨像或转多尊敬烧香供养一句一句我等鬼王今女士人若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是作小鬼各有大力及徒弟分辨令为护不令二十恨十二病恨病乃至不如意事今于此舍等处何况入门佛上贵王善哉善哉汝等其余言都难如是用护善男女等无以高方王帝是令为护如所是于是会中有一贵王名曰祖明白佛言世尊我本也愿作业佛人民生死事是我皆处自在我本愿生于你一直是众生不会我